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。今日仍然是会同大家分享张英才所演出过的作品。1970年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同剧演出薛家燕、罗兰、胡枫、朱刚，偷心贼同剧演出吕琦、薛家燕、欧家伟。1972年，荡女神偷同剧的有李琳琳、忝妮、吕琦。1974年，天天报喜郑少秋、心心。水为财同剧演出何守信、胡枫、何守信、胡锦、忝妮、忝妮。跟住多嘴街同剧演出李修贤、仙杜拉、梁天。跟住疯狂大笨贼同剧的有陈平、梁兰诗、李凤兰。1976年，七情六欲同剧的有夏雨、梁醒波、心心。鬼马世界梁醒波、夏雨、郑君绵、温柳眉。1991年，双城故事同剧演出谭咏麟、曾志伟、张曼玉。1992年，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同剧演出黄韵诗、冯宝宝、邵美琪、梁家辉。1996年，天涯海角同剧演出金城武、陈慧琳、黄敏德。2003年，1:99电影行动同剧演出陈奕迅、胡枫、周丽淇。新扎师妹第二辑美丽任务同剧演出杨千华、吴彦祖、周聪、胡枫。咁跟住就同大家讲一讲喺丽的电视张英才拍过嘅电视剧。喺1970年啦，就张英才拍喺丽的拍过两套剧，一套就系《五福临门》，另一套咧就系《沉沦》。咁然之后就讲一讲在无线电视 TVB 的做过的电视剧啦。咁张英才在 TVB 做过的电视剧就包括有1975年民间传奇的《四进士》，民间传奇的《镜花缘之旅》的《女儿国》。跟住系1977年嘅《家变》，1978年嘅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跟住系1980年嘅《轮流转》，《上海滩》《龙虎斗》，1982年嘅《天龙八部》，新民间传奇之《癫凤狂龙》。另外仲有新民间传奇之《寒烟曲》，跟住就系1983年啦。咁就有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边嘅马玉，《欢乐长安》里边嘅唐宪宗，跟住系1984年啦，就有《决战元武门》里面的李渊，《秋瑾》里面的
秋秀男。楚留香之蝙蝠传奇的仁献帝，鹿鼎记的靖官，家有娇妻，超越爱情线的唐启尧，跟住1985年有碧血剑，饰演崇祯帝，杨家将里面的曹国舅，雪山飞狐里面的独守药王，还有中计和开心女鬼。咁跟住就系1986年啦，就系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咁佢饰演少林方丈，咁呢一套就系梁朝伟嗰套。1987年，《书剑恩仇录》，饰演马珍。1988年，《太平天国》，饰演道光帝。《大茶园》，饰演洪柏年，花木兰里面的徐定康。1989年，侠客行里面的龙岛主。1990年，蜀山奇侠，饰演元真道人。笑傲在明天，饰演许仲法。跟住1991年，人海骄阳，饰演何辉。漂白英雄里面的侯安生，我爱玫瑰园里面的谢汉庸。跟住1992年，他来自天堂的陈辉。《忠臣通》黄重阳里面的老主持。跟住1993年，《都市的童话》，他饰演齐隐。跟住1994年，《射雕英雄传之南帝北丐》，他就饰演黄重阳。《水饺皇后》，饰演余应添。第三类法庭里面的周仁，小李飞刀里面的心响，跟住是清宫戏数录，饰演洪锦安。笑看风云，饰演韦文琪，同埋呢一个刑事侦缉档案二，饰演曾百年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告一段落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im 频道。下条片继续同大家介绍张英才演艺人生，拜拜。